我去，看这个小青龙，烤的，蒜蓉烤小青龙，好香呀！今天格外开心啊！我都多久没吃海鲜了？老婆，啊，今天到南京的就有凉快哈！真凉快，能穿短裤了。你看前面的是谁？峰哥。今天我们三个人去吃南京最贵的海鲜自助啊！走吧，400多块钱一位。给老板上一个，走。哇，老公，啊，好久没有看见佛跳墙了，我一会儿要多喝几种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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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你看这个猪蹄有多好吃，老婆你快点过来。我去，这都是大哥的，哎，它都是整个片开的那种，哎。哇，这个猪蹄看得好有食欲啊，我好香啊。咱们今天干海鲜啊。今天你干海鲜呀？哎，这是啥蟹呀，老公？啊？这个是什么蟹呀？石头蟹。石头蟹为什么紫色的呢？我靠，肯定可肥。这个海螺也大，这个鲍鱼也大。我给你看一下什么东西，过来哪里，这小青龙，哎，这是小青龙不限量是吧？哎，小青龙是不限量吗？限量啊，请两位兄弟上路。哇，去，两只大螃蟹，老婆先喝一碗这个佛跳墙啊。我终于看见佛跳墙了，哎呀好浓稠，哎，看这料也多是吧。哎呦，慢点，小心烫啊。它好香呀，这个鱼翅也是整个料很丰富啊，这个这里面也是用的那个干鲍鱼，这个是海参，对，海参一整个海参。哇，它这个佛跳墙不错，嗯，好多呀，峰哥你去帮我钓一个呗。但是它这个佛跳墙口感和咱们上次喝的那个口感一样啊，嗯，好吃吧，浓稠的，食材很充足。这个是什么鲍鱼吗？这是花椒吧，跟鱼椒，好香。吃海鲜之前哈，一定要提醒粉丝先喝热汤啊！你都是这胃不好的。我终于看见我许久的粉条了。哦，太开心了！点子就是开心啊！怎么样？嗯，太香了。啊，真是可香，奶香奶香的。等会还有蒜蓉的，还有烤的呢，还更香呢。老公，今天这只小青龙是不是全部都不限量？对。那我就来好好烫一次吧。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吃海鲜了。你们能想到我内心有多激动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就特别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一定吃到的时候，我老开心了。我看到一个很好吃，你也很喜欢吃的，这个卤猪蹄。我今天想吃海鲜，你这给我拿出。这个你尝试一下，要不好吃你给我吃，好吧？慢走啊。紧致吧，好 Q 弹啊！啊，就是很 Q 版。你知道我喜欢吃那种 Q 弹的吧？对，而且又很入味，是不是？嗯。哇，这个北极贝，老婆来，你超喜欢吃的北极贝。四十里面我的最爱。怎么样？好脆呀！你的心情就像是你今天打扮一样，真的很漂亮，很美丽。脸刷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我感觉它除了脆还有鲜和甜啊，嗯，但是它没有其他的味道，真好吃。好吃啊、哦！干嘛？啊？给我拿三文鱼啊！哦，太香了。这个三文鱼看着还不错，这个是鱼腩部位，也挺厚的。啊、嗯，哎呦，哇，这些少吃点，等会咱们小青龙多吃点，好吧？软软糯糯 ，Q Q 弹弹，好香啊！这个三文鱼，真的吗？嗯，那你再吃一个。嗯，这鱼腩部位好香。嗯，哎呀。今天看见螃蟹都眉清目秀。太久没有吃自助餐的原因是吧？真的，但是它这个螃蟹是真的大，我告诉你，看，好肥。嗯，好香甜呀，好开心呀。要不来个鱼虾一锅鲜？为啥这么高兴？因为我终于吃到海鲜了。嗯，那是好几只。好香，我去给你拿点小青龙，好吧？好。我去，看这个小青龙，烤的，蒜蓉烤小青龙，好香呀！今天格外开心啊！
我都多久没吃海鲜了？有那么开心吗？嗯，豆子好新鲜啊！啊，即食是吧？好香，我感觉蒜蓉的更香。头都不能浪费，知道吧？只要你开心啊！久了没吃海鲜，干啥都行，看见啥都没听不行。